凯奇，你到底想买什么玩具啊？枪枪，就是它，最新的变形积木方块。有这？这积木有什么特别的？当然有，这套最新的积木可是有100种不同造型的组合玩法。居然这么厉害，我也想玩玩看呢。那还等什么？去买积木喽！奇怪，我记得这里应该是积木专柜啊。谢谢灰姑，祝您玩得开心。请问这有积木玩具吗？抱歉，积什么？积木玩具。我看看，我们这里有七巧板、橡皮彩泥、航模，可就是没有积木。不对，应该说我都没有听说过积木。怎么会？积木就是啊？怎么变了？为什么我们那么努力当机具特工，却连一个想玩的积木都不配拥有吗？根据资料，亦有奇葩事。机具特工队，时空基点出现了。好了，先出动吧。不怕强敌，奇趣出击。青青，这次的时空起点是积木消失吗？对，这次的时空起点是在1932年丹麦，当地人奥里科克开发了世界上第一款积木玩具。积木玩具的诞生，让后来的玩具有了更多更有趣的新玩法。好，为了能玩到积木玩具，一定要阻止蒙查查。我们走。时间飞船。奇趣变形，正常。好，搞事情搞事情，真好玩。嗷嗷，怎么着火了？走过路过别错过，买个小木马吧。这位夫人，买个小木马送给孩子吧。我相信他一定会喜欢的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下次啊。夫人，请您再仔细看看，这小木马做得很精细的。哎，孩子小不懂事，今天喜欢马，可能明天就喜欢狗。而且这么精细，很容易摔坏，这实在是太浪费钱了。确实，小孩的心思经常变，不会一直喜欢同一个。可哪有千变万化的玩具啊？是我错了吗？不，你没有错，用心做的玩具总会有人欣赏的。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，只要把玩具造型做到极致，尽可能栩栩如生，大家一定会喜欢。可是越把造型做得精细，把玩起来就越容易弄坏。确实，小朋友可不管精不精细，他们玩玩具超粗暴的。对，所以我的设计作为儿童玩具很不合格，一想到仓库里还囤积了那么多的玩具，我对不起帮忙的伙伴们。可比，可比的，再这么下去他就会放弃做玩具。奥里科克先生，我们一起去仓库看看有什么新想法可以让玩具卖得更好。太感谢了，仓库就在啊。什么情况？仓库怎么冒烟了？糟了，我们快去灭火。我的玩具！嘟嘟，比格，比格，哥哥！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当然，
我们可是奇趣特工队。不准验，又是特班队，讨厌，玩具给我都消失。柠檬三爽合体，可恶，柠檬飞龙大中锋，小心，呀呼，哇，帅帅，怪柠檬居然放火，太过分了。噔噔，本柠檬只表示不放火，少撒谎，冲天火箭拳连环发射，我吹。啊，什么啊，竟然这样。飞鹰战车出动，飞鹰战车奇趣变形，看招，飞鹰毒手，不及飞鹰龙龙拳。柠檬驯龙战车出动，驯龙战车奇趣变形，嘿呀，啊，讨厌，通通追走，这些石像虽然都一模一样，但用类似装嵌的方式合在一起了。对，又一突是超稳固的组合结构。大蜥蜴，怎样就不信治不了你？吹呀、啊、吹，让这大风吹！超妙的反弹踢，飞龙龙卷。实在是太耍赖了，怎么办？我有办法，稍稍改变这些砖块的形状，利用凹凸结构，我们就能组合出一个巨大风车。啥？收到。哎，百变重锤，轻轻敲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就算拆散也能再次重组，变成心脏型，这就是我脑海里的完美设计。来，这样这样。喂，不准说秘密，牛牛大冲动。好的，咕比咕比咕的。不怕吧？我跳，旋转，不停歇。逆转光枪，
怎么办？出击！啊！有了，卡住他的关节。虽然被烧毁了很多玩具，但我已经有了创作新玩具的灵感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好啦，是做那个的时候了，喵。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每次到这个时间，我们应该要我，还有我，奇趣特工。对对，就是这个。任务成功。